现在是早上7点，我一般通常不会这么早起床，但是刚才邻居过来敲门，说他从健身房回来，看到我的车子的后备箱是打开的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赶紧去看一下吧。真的没有关，就这样开了一晚上。原来是这一箱水。现在回去还能再睡个一个半小时左右。刚才在路上看到了一个船撞到了一辆车上，实在是太傻了。好像是因为那个船是一艘拖船，然后它的突然脱节了，在转弯的时候，然后那艘船就直接跟后边的一辆轿车撞上了。有警察在维持秩序。两个孜然羊肉面当午餐。天空的颜色真是好看，一种奇妙的粉色和橙色的结合体。那是什么颜色？橙粉色。